美基有限公司是我国液压机行业的领头企业。天津市天段压力机有限公司是天津市段压机床总厂于2001年通过资产重组改制后而组建的新型企业。1993年，经国家批准为全国液压机行业第一家大型企业。现在资产总额39075万元，已形成年产1200台大型液压机制造能力。自1956年制造我国第一台液压机以来，天段公司已累计生产3万余台，占全国现使用液压机设备总量的40%。经过40多年的发展，始终保持着我国专业生产液压机规模最大、产品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企业地位。得技术得天下，天段压力机有限公司的产品之所以在国内液压机行业独占鳌头，企业长盛不衰，主要得益于公司多年的技术积淀和技术创新。天段压力机有限公司拥有全国唯一的液压机研究所和全国液压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拥有由国家授衔的液压机设计制造专家和液压机电器设计制造专家11人和100余人的科技开发队伍。近10年来，承担国家重点技术创新计划16项、省部级技术攻关计划22项，先后取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17项，实施液压机关键技术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攻关研究27项，并取得带有四角调频装置的液压机等国家授权专利113项。天段公司还与天津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所共同研制开发新产品，采取引进技术、产学研联合攻关和自主开发三结合的方法，产品采用CAD、CAE、CAM 的先进集成设计方式，2001年被国家科技部批准为全国 CAD 应用工程示范企业。天段公司的新工艺、新产品层出不穷。没有金刚钻，难揽瓷器活。先进的加工设备是产品质量的可靠保证。近年来，天段公司在不断引进先进的经营理念、先进技术的同时，还斥巨资引进了一批世界一流的加工制造设备。1998年，引进了德国哥宝的3.5×10米龙门型立式糖洗加工中心。该设备采用西门子840C 控制系统，机床承重150吨，滑枕行程1.5米，横梁最大高度为3.5米。同年引进的意大利帕玛公司的203.5毫米落地型卧室糖洗加工中心，该设备也采用西门子840的数控系统，旋转工作台规格为4×3.5米 ，X 轴行程1.2米 ，Y 轴行程4.6米，滑枕行程 W 1.2米，主轴 Z 1米，旋转工作台承重150吨。
ANC 100×7000毫米数控油钢车床，为日本池贝株式会社生产的高精度车床。该机床可加工最大直径为1900毫米，机床最大回转直径2000毫米，两顶间距离7000毫米，两顶间承重25吨，中心架尺寸为 FI1100-FI1500毫米 FI500-1200毫米，数控系统采用 CNC 控制。除此之外，天段公司还拥有一大批精良装备，从而使液压机工艺制造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顶尖的专业科研人员和世界级加工设备的完美组合，构成了中国问鼎锻造液压机国际先进水平的坚实平台。